母老虎，老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我好做饭。晚上你们自己吃吧，不用管我了。好的。上上上上上上啊你！老婆，你回来了，我正在教谢谢写字嘞。妈妈，我也在做作业呢，我的也快做完了。老婆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商量一下。妈，不要每次都这样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觉得这是真的没必要。抖音。